你玩过模拟进医院的游戏吗？这款道具医院你一定不能错过，全面模拟医院，你要在其中聘请高明医生来治疗各种各样的疑难杂症，甚至是魔法医师，还要解决医院里遇到的各种问题，像是患者多排长队，医生上班摸鱼不工作，都要去解决，怎么样？你也来试试如何当名院长吧。